时复工了。我们在这段期间呢，就是包括给经营户提供各种各样的防疫物资呀，还有就是各种防疫措施。包括现在大家如果采购商在线下下单的话，可以在我们国贸大酒店进行免费入住，或者说一些还有抽奖的更多的活动。我们现在快递呢，每天差不多有2万到3万件，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每天增长了1万。